马上要放暑假了，不要再想念学校门口的玉米烤肠了，自己在家里做也不难，而且还干净卫生。30克玉米加60克冰水，榨成汁放冰箱冷藏备用。500克猪后腿肉，2肥8瘦，按屏幕上的配比加调料，量一定要称好，做出来的味道才正宗。打成泥倒入碗中，再分3次倒入玉米汁，并沿一个方向不断搅拌上劲。这一步有点累，可以叫你家老公代劳。再加80克熟玉米，肉馅就处理好了，腌制一个小时。提前半小时清洗肠衣，泡水龙头冲洗几遍，再用清水和白酒泡一泡。准备灌肠器，先塞肉馅，再泡肠衣，灌肠灌七分满，太满了容易爆肠。再分成均匀的小段，有空气的地方扎些小孔，用吹风机至表皮起皱，上蒸锅小火蒸50分钟，玉米肠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把它烤熟，刷点油，180度烤15分钟，脆皮又 Q 弹的玉米烤肠就做好了。这个配方做出来的烤肠完爆路边摊，而且干净卫生吃的放心。